林青霞，我的前任很棒，但我喜欢我的现任，因为他给了我最想要的。一代美人林青霞的前任是跟她郎才女貌非常般配的秦汉，现任是其貌不扬但成熟稳重的邢李媛。林青霞和秦汉感情纠缠22年，嫁给邢李媛24年，从一个心里只有秦汉的痴情女人，变成被人用心呵护的幸福女人。林青霞和秦汉在一起，有多幸福就有多痛苦。从17岁时未见倾心，到第一次合作陷入情网，林青霞甚至不顾小三的骂名，执着跟秦汉在一起。中间也有数不清的坎坷和数次分分合合。1979年，林青霞因为和秦汉感情不顺，儿子杀入院。这时秦祥林追到他的身边悉心呵护，林青霞冲动之下和秦祥林订婚。但因为心里一直都有秦汉，和秦祥林订婚5年也终究没有结成婚。1985年，林青霞和秦汉再次复合。复合后的林青霞非常向往和秦汉结婚，但有过一次婚姻，并且和前妻已经育有儿女的秦汉不想再踏入婚姻，两人就这样一直拖住。林青霞曾在节目中说，演了那么多年的戏，她已经有了一些存款，想和秦汉结婚，她的存款也够两个人婚后开支。说到婚姻，她非常向往。1990年，林青霞获得台湾金马奖，颁奖典礼上，她激动表白秦汉，说他是她人生的最佳男主角，这个男主角以后还会继续演下去。但没过多久，他们就分手了。秦汉不肯结婚是他们分手的主要原因。林青霞回忆和秦汉的在一起的时光，在那22年中，不是没有人追过我，当时我都让人觉得我的心里只有他，秦汉。与秦汉分手1年多，林青霞闪电嫁给富商邢李媛。她的前任很好，很优秀，她也很爱他，但她最终选择了愿意给她一个家的邢李媛。结婚后，林青霞离开打盼了20多年的娱乐圈，专心在家相夫教女，享受人生，并且开始画画写书，转行当了作家。她生了2个女儿，和丈夫一起抚养带了丈夫和前妻的女儿，连继女的亲生母亲都公开感谢她。林青霞60岁生日的时候，邢李媛送给她2亿元的豪宅作为生日礼物，还给她建了网球场和菜园，方便养生。林青霞的一生，秦汉占据了无可替代的位置，他确实很棒，他们也确实很相爱，但邢李媛才是最适合他的那个人，因为他给了秦汉给不了的东西，婚姻、家庭和他想要的平静生活。